那这次因为小米刚刚它是后发嘛，后发能不能先制不知道，但是它的目标很宏大，它的这个展场啊人山人海啊，是目前为止展场人数最多，挤爆寸步难行。然后大家又知道这个雷军也是这个 CEO 当中偶像级的人物哦，啊，非常会讲话，所以他在这边呢，他亲自到，他讲了很多话，今天一大早就不断的跳出来。雷博士。对，到4月24号为止，这个小米的这款车哈，总共它的订单已经是75,000多辆，那预估呢，今年是目标100,000辆。然后呢，他也发布了一个数据，我觉得非常有趣哦。他说，在他购买他车子的用户当中，苹果用户占了51.9%，哎，什么意思哦？其实小米刚出来的时候被认为是苹果的山寨机，有没有？但他做的真的是跟苹果很像，就是外形也是一样很漂亮，然后功能也都非常的像，直觉操作。所以刚开始他用这个起家，所以呢，什么意思？就是两者之间有流通性，你喜欢苹果的。但是你又觉得苹果太贵，你可能就会转向小米。那在车子的部分，苹果花了10年，车子没有做出来嘛，小米做出来了。所以这些哈，对苹果、对小米情有独钟的，现在成功的转移到他的车子这边。苹果用户占了51%耶，然后他就开始其实小小的消费一下苹果，说什么？虽然苹果不造车，其实这话讲得客气了，是苹果造不出来，对不对啊？虽然苹果不造车，但是我们会像对待小米用户一样的对待苹果。苹果客户，好，季老师怎么看？这次这个是第18届哈北京汽车展啊，它前一次展因为这个疫情关系啊，四年前，所以经过四年，其实这个四年中国大陆的汽车市场生态已经啊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已经这个天翻地覆了哈。中国大陆应该一年大概生产2000多万台车，所以市场大概是世界最大市场之一了哈。那另外一方面呢，它这个外销在去年的外销突破400万辆，然后呢，这个成功的哈成为世界第一大外销汽车外销输出国，所以这个都在发生在去年。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电动车过去的龙头是谁？过去的龙头是 Tesla， 那可是去年的第4季，那么哈中国大陆的这个哈，尤其像这个比亚迪哈，它的电动车的这个哈。这个销售数啊，已经超过了，这个中国的电动车已经超过 Tesla， 所以呢，中国变成这个第一大的这个电动车的生产国。今年的第1季，现在这个比亚迪跟 Tesla 还是伯仲之间呢，还在竞争。可是就是说，中国在去年就不要过去四年，就过去一年得到好几个汽车界的世界第一。那所以就是说，今年这个好展览会哈，汽车展览会啊，备受瞩目，亮点太多了。实在我去看这些报道，实在这个你想这么多 CEO， 然后呢这么多这个啊全世界名牌都上 Bentley， 然后那个 Rolls Royce，这个 Benz， 全世界的名牌车都去了，那这个可以说啊这个展场又大，所以啊他这个展览哈，他事实上他一共有9天，哎，他没有你要把它全部看完可能也要9天，然后他各种发布会，还有他这种 CEO 的这种新闻发布会，眼花缭乱，那就是啊接连不断。不过最受大家瞩目的就是两个电子业，这个手机啊通讯电子的巨头哈，在过去的1-2年呢加入了汽车业界，一个是什么华为，一个是小米。小米的初期，事实上这个有人说是借着雷军的光环，有人说是借着小米的光环哈。不但引起这个好中国大陆的一片怎么样热潮，全世界都在看这部车，哎，这部车结果呢，他又没有让这个小米迷失望，他一台平均这个基本价大概才24万人民币，雷军是说他是好卖一台赔一台，我没有人会相信。不过这也象征的就是说，其实将来的汽车的最大的变化已经不是只用它的使用的能源，因为现在中国大陆这一次大概3分天下，基本上电车还有油电混合跟燃油车三种已经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最新的卖车市场线买油车买电车的已经超过一半了，对，就是说你卖10台车有超过5.39%，十台里面有5.39台是电动车，所以事实上电动车在中国大陆独占鳌头，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清楚。可是呢还是个各种车都有，那可是呢一个最大的发展呢，将来车子在比什么呢？第一个比它的智能座舱，
对，也就是它座舱的智能化，也就是呢它座舱里面各种这种哈。IT 的产品 AI 的产品这个都放在你这个对我打断一下，当然这也是这个华为的强项，华为就是大推这个智能座舱嘛啊。那小米的部分大家记不记得刚开始比亚迪刚出来，因为比亚迪跟小米不太一样，比亚迪是纯自制啊，上游到下游它全部都自制，所以你记不记得比亚迪那时候出来的时候能够卖这么便宜价格，然后这个规格这么好，所以那时候日本很流行买车来拆啊，就把买比亚迪来拆全部拆掉以后写成一本厚的一个这个手册啊，所以来研究这个比亚迪。那雷军在现场讲了一番谈话，也引起很大的讨论。他说现在也有人买小米车来拆啊，但是拆掉以后呢，就闻到浓浓的人民币的味道。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它的零件不是自制，但它的零件用的是高规的哈，都是名牌的，什么宾士的，什么这个啊，什么的，都是那个国际间那个知名厂商的零件。所以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小米这台车其实里面。它的内装虽然不是自制，但是都是顶规版，所以他说一拆掉之后闻到都是人民币的味道。我继续让这个纪大使讲，纪大使刚刚一开始就讲嘛，其实上次在这个德国车展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虽然德国车展，但是中国汽车出尽风头，这次是主场哦，在北京举行哦啊，然后地方又大，然后小米车又刚发布，然后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数字，大家进行了实测，说小米还跑赢了保时捷。然后呢你就看到比亚迪当然也是一个亮点了，比亚迪也技术再进阶，这个车展一定要推出新的东西嘛，要不然你就被碾压过去了。它旗下的这个腾势品牌最新的车型要亮相，然后第一个搭载比亚迪啊三电机动力的系统E三方，大陆这个车子名字起的都很特别啊。然后腾势啊的这个29GT 公告。最大马力呢哈，还有这个零百的这个加速3秒，那它的动力性能哈，比肩这个百万级的这个超跑啊，也是很自豪。还有它的秦 L 也正式登场，还有华为的享界 S9 也已经正式首发，这是它跟北汽合作啊，首款推出的这个智选车。但就像纪大使讲的，今天哈北京车展在这个网媒上还有专门他自己的 App。专门他的新闻发布，但里面实在我今天点进去看眼花缭乱，所以真的不知道抓什么重点哈。每一个厂牌都有自己的重点，所以我们就抓了目前大陆最知名的小米也好，比亚迪还有这个华为。因为他这一次展览首发车，也就是在这个展览会发表的新车就117台啊。对，我们现在也只能讲这两台。对，那比亚迪它下面是多品牌策略，它有秦系列，有这个海洋系列，它这个腾势呢也出来蛮早，是它的高级车系列，它的车都是卖的比较高价位，所以它的汽车不像它的汽车是怎么样，高价位、中价位、低价位全覆盖，对，这个就是它的厉害的地方。然后这个就是说，它现在很多技术哈是基本上自己研发的。这个比亚迪很厉害的一点就变成了，他不但做汽车都是自己造，他现在不是前一阵子买那个哈这个滚装货轮吗？连车子运送他也自己运，对，自己坐船了。然后他里面电子零件也自己做，哎，因为他是全世界大概也前六名的什么这个电子业代工，所以这个然后电池自己做，然后他现在这个哈机动系统他也自己做，所以他是一个全方位的。那这个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它就是说啊，在若干零组件缺货或涨价的时候啊，它不会受影响，所以它基本上是一条边的，完全的自制完全控制，所以这一点是蛮了不起的。而它进入到这个汽车时间也不算长，哎，这么快就可以这个掌握，这跟那个这个王传福哈给人家讲说，他做任何生意哈。他都可以怎么样立刻哈学会这个生意，他刚开始做电池的，他就立刻把电池这个精髓哈立刻就学来。对，大家都说这个大陆这么多的明星产业啊，红了之后呢捧红了 CEO， 其实应该是反过来 CEO 的人格特质，大家没发现都有一定的拗劲啊，好像是华为任正非啊，像王传福也好啊，像小米的雷军也好，各个能言善道啊，各个坚持到底。说实话，他们的人生也有这个十字路口，其实向左转向右转，现在是成功了，但是死在沙滩上的太多太多了哈，这些大概一本书都写不下。所以我们这个车展我们
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大家看到有兴趣的话上网去看一下大陆各路媒大篇幅的报道，对里面各式各样对车有兴趣的话，其实它不只是中国车，其实西方的车啊，也有很多西方的名牌车，对，还有这个 Toyota 啊等等，大家每一个车款都有自己的亮点，内容讯息非常的丰富。